收起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没有入 Vlog 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湖区，英国那个湖区，大概这里开车呢一个多小时吧，加了六个小时吧，因为我们要在服务区那里吃早餐啊这类东西，慢慢开。因为昨天一晚我都没睡觉，我要看那个 UFC， 唉，没睡着。这个叫做什么？温德米尔，给你们看看，他们长大了很多。Hello， say hello。Hello， 妹妹。我们再收拾一下行李，准备要走了。Hello， no time, no see. OK， 然后穿个衣服就走了。因为那边呢，好像负一度吧。OK， 那再见，拜拜。哎呦 ，OK， 我们现在呢是。6:37，应该我们去到那个Gloucester 那边，那里吃个早餐。好，先去加个油先，现在油很贵。OK， see you then。When we wake, hear the birds and see the sun. Side by side, our fears are done. 一点油都没有啊，我们啊。来，去啊 ，petrol 没有啊，全部只有柴油。这样现在油非常非常贵。所以说早点啊换全电的车还是好的，我们这个是半电。妈妈再拿这个要什么快点，这多少钱？3磅多，这里是贵一点。 OK， 我去吃那个 English breakfast， 在这里排队。又来到了相同的地方，我们很喜欢这个服务区，非常好。你看外面漂亮，对不对？对，有还有duck，你看有小duck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快点吃了，我点了这个 English breakfast。哎，干嘛？你要水吗？啊？到了，开了5个多小时，你看这个酒店停车场漂亮吗？哦，好漂亮啊！好，我先去找地方 check in。OK， 我们来到了这个酒店。刚刚呢，那个说 check in 的话呢，他要3点才能 check in。现在呢，又在酒店外面吃个烂鱼。妹妹，漂亮吗？啊，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湖就是这个酒店，啊，就是这个酒店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对，明天我们就要去别的地方。好漂亮啊，这里，你看，哇！我想 go in the boat。可以啊，那边可以坐船，等一下去看一下，因为今天太累了，开了，哇，真的太累了。很舒服，这有点冷。哇，真的，好久没出去旅游了。妹妹，开心吗？嘿嘿，很漂亮。现在呢，等妈妈点那个我们吃完在外面走一下，我刚刚开那个山路啊，哇，太棒了。 OK， see you later。 OK， 我们的餐到了。我这个呢是那个炸蟹柳，还有薯条，还有豆。妈妈这个是素的，不知道什么东西放。他们两个呢是 fish and chip。 今天有点冷，冷吗？快点吃。好饿啊。你看，一边吃一边看到这么好的 view， 那边还有个蒸汽床。OK， 好，我们吃饭了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湖区了 ，Windermere。我们呢应该是在这边，它一条很大，因为有很多的湖区的，就是在这个附近这一带呢，就叫 Windermere， 很多。这我们就是来这里。哎，你们去哪里了？走吧，我们在前面走一下。这里有一些船，等一下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去坐船。哇，很漂亮。
这里呢租床呢，这是小床啊，这床你看一个小时呢一个大人呢是38磅，哇好贵啊，你看自己也看，三个大人44磅，六个大人62磅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90磅，你看就是这种床，如果这种床的话呢就24磅一个大人，三个大人的话呢就是30磅一个小时，但是要靠自己的力，太冷了，我们还是坐这个床。看到另外一个就是远边的这个我去看一个家庭呢是30磅，就是从这里游一圈吧，应该我们是坐这个床小的。那边是个大床，那个大床不知道多少钱。哦，好吧。还要讲，船长要讲东西。好冷啊！这个环境，机场吧。这边不知道要兜一圈很大圈，应该是好冷啊，好冷。OK， 我们 check 完 in 了，现在呢，酒店呢是这样的，我们先走过去先看一看，我都不知道几号，门这样子进来是这里，没事，好香，我看看这酒店怎么样，哇，还是很不错，哇，两个小床。还有呢，哦，有一个小 garden 哦，我放爸爸的这些。哇，这个房间还不错啊。对啊。因为哇，很大、啊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样全景，你看，从这里到这里，先看看厕所先。厕所，喂，比想象中的要干净。有开什么都有。有配管吗？有啊，是在外边。这两个小床，有茶几、电视。哎，开开门看。我想玩呢。是吗？哎，怎么打开？下面，我开看一下。哇，有一个 playground。对啊，这个是小小的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了。哇，有一个小的花园，还不错。推广我们的东西。对啊，这里呢，再进去。总体来说，这个、酒店比我想象中的要干净，还 OK。今天晚上呢，他说这里没有 take away 的哦，可以，哇，这样可以看到湖景哎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嘿嘿，还不错。没有的话呢，我们要不要在这里酒店吃个晚饭？我们再看一看吧，再看一看。确定。
要去超市一趟，因为这里连外卖都点不到，哈哈哈哈。我们在前面，那个人说要走15分钟就到了 Tesco。 妹妹，你想买什么在 Tesco？ 什么都不给。这里很舒服哦，你看，哇，我选那个，你选 是什么？不会讲，不会讲中文。Sandwich 要 Sandwich。 我们在前面走过去，因为他们的路非小，你看那个车就在这边，路就在这边，就圈起你的想法，对吗？你要什么 idea？ 哎呀，好累。这里的人基本上都不戴口罩的了，我也是假装的戴两下，去了我也脱了，哎，没办法，这里一起放弃了。哦，好，我们先走了 ，Let's go。我看一下这个房子，非常古老了。哈哈。本来是 Bristol 的，这个是干嘛的？这个是非常古老的房子，这里面有什么？哎呦，哇，里面好像，哎呦，我又不敢进去看，走吧走吧走吧，我怕鬼，真的，你看，哇，这房子非常古老。好，我们要沿着这边过去，哎，怎么过去？这个呢，前面呢就是他们的一个小镇了，这里的人呢都是游客为多，你看。看吗？看吗？快快快！这是游客，妹妹手。对，全部都是游客，很少有本地居民这边。很安静，非常漂亮这里。